粉碎机有劲，咱们扔进去一个老旧的缝纫机看看。哎呀，这完了，夹不动啊！哎呀，哎，这把行了。缝纫机有点不好整，咱们扔一卷这个铁丝网看看。哎呀，一点不费劲就下去了啊！然后从那头出来，哎呀，洗碎洗碎，再往里扔个铁皮桶。哎呀，这铁皮桶对于这个粉碎机啊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你看，啃的稀碎，从下面全出来了。甭往里扔铁，咱们这把扔个木制品看看。哎呀呀，对于这粉碎机来说，这木制品啊也没啥难度，无敌了。还是继续往里扔铁制品吧。哎呀，太轻松了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我想想啊，我知道扔啥，他肯定啃不动了。嘿嘿嘿，秤砣啊，你看咋样？啊，鸡蛋，它俩都是圆形的。他肯定啃不进去。嘿，这位小姐姐那可真聪明啊，把这试用装挪一挪，往瓶里一挤，哈哈，就成正装了。哎呀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学会了。这种布条我总用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做这布条的机器这么快啊！哎呦啊！